荒田无人耕，一耕有人争。肚里无食无人知，身上无衣受人欺。合伙租船，船会漏；两家养驴，驴会瘦。好猫难敌驴引诱，人不交往看不透啊。终于来了，忙不过来了。今天这么一百多箱的蜜，来帮忙一下。哇，这么多蜂箱啊！这个蜜呢是自然成熟了，那我们把这些蜜呢打出来。今天阿台啊，辛苦你了啊。那先尝一个好不好？先不干活，先吃。好甜啊！来，我们去打一箱蜜出来。来，这个是刚刚抖出来的，阿台，你帮去割一下蜜。来来来。下一步呢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！我们把这个那个蜂皮啊，放到这个摇蜜桶里面。来，你来摇，来我来扶着，你来摇啊。这个是通过离心的作用，把这个蜂巢里面的蜂蜜甩出来。可以了，换一边，再换一面啊！这个是最先进的、最先进的摇蜜机了。来摇，你看那个蜜已经从桶壁滑出来了。哇，好，我们拿出来。现在呢，这个巢皮已经变得很轻了，这个蜜呢已经全部摇出来了。好，我们下一步呢要把这个蜂巢放回蜂箱里面啊，因为呢这里面还有蜂宝宝啊，我们要继续的让它繁殖，它继续采集花粉，采集酿蜜，然后呢继续把这个蜂巢填满，然后我们等待下一次我们再来寻蜜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回来啊，慢一点啊。给它过滤出来，来，看到没有？哇！然后呢，这个蜜呢，就是可以直接吃了，不需要任何的加工，不需要任何的添加任何的东西，这就是纯天然的原蜜，自然成熟的。这样的蜜，你们觉得是不是好蜂蜜？想喝吗？大家好，很多养中蜂的朋友都知道，一般中蜂都是平箱，像这么高的箱子啊，这个叫高箱养蜂，很多养中蜂的可能都没见过。这个高箱养蜂呢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它节约了空间啊，第二呢，它的产蜜量啊也是非常的大的。但是啊，中蜂养高箱，它对技术的要求是很高的，不是每个人都会养的。你们谁养高箱的，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大家好，今天拍这条视频专门送给我们养蜂的同行朋友。前段时间啊，我看了一个联合国的专题报道，专门说我们养蜂人的，其中有一句话呀，我特别的想分享给大家。原话是这么说的， More than 70% of crops need bee pollination, so every beekeeper deserves respect。 意思是啊，70%以上的农作物都是靠蜜蜂来授粉的，所以每一个养蜂人都值得被尊重，所以养蜂人真的很棒，加油！哇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蜂场飞来了一窝野蜂，这窝是入秋后飞来的第三窝了，这么多蜜蜂应该会有三匹左右。大家看，颜色黑的那个是雄蜂，是蜂群中的男孩子，不知道雄蜂多了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大家好，现在已经入秋了啊，有粉丝呢给我们预定了一批秋蜜，
那么很多人呢、都不知道我们整个蜂蜜是怎么取出来的。现在咱们家的这个蜂蜜呢，也刚好已经成熟了。今天我们就把取蜂蜜的整个过程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来，开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窝蜂啊，看有没有成熟的蜜，给大家。哦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还不错。像这一批呢，就是，99%都已经封盖了。像这样的蜜呢，就是成熟的蜂蜜。我就把这一批呢，给大家看一看，尝一尝。像这个蜂盖呢，我们要给它切开的啊，不切开的话是取不出来的。看到了吗？哇，晶莹剔透的，非常漂亮的。秋天的第一批蜂蜜是自然成熟的，口感也是非常好。蜂巢蜜呢就是这么嚼着吃的。我们把这个蜡盖啊割开以后啊，来，我们给你放进一个摇蜜桶，把它放在摇蜜桶里面呢，等一下你们就看到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这两面全部切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一批也放进去，来给大家甩蜜。这个呢，刚才甩得太用力了，这个把这个窝破坏了，窝连窝一起甩出来了。把蜜甩出来以后啊，它整个巢皮很轻很轻了，里面已经没有蜜了，都已经空了。下一步呢，我们给它过滤。来，哇，晶莹剔透的，非常漂亮的。嘿，真正的好蜂蜜啊，真正的原蜜是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加工的，直接从蜂箱里面取出来过滤啊，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来。看到没有，像这瓶蜂蜜啊，哇，一口一个大自然的味道，非常的清甜，非常的好吃，仿佛整个大自然的芬芳啊，在我口腔里面回味无穷。像这种蜜，你们觉得是不是好蜜？你们吃过这样的蜜吗？你们觉得这样的蜜怎么样？评论区告诉我。这就是我们广西大山里面的木桶土蜂蜜，我们一直遵循木桶土法养殖，让小蜜蜂采集大山里面的各种稀有蜜源植物，在木桶里面自然酿造成熟，一年只取一次。我们把蜂巢从蜂桶里面挖出来，直接压榨过滤装瓶。这样的土蜂蜜啊，保留了蜂巢里面的花粉、王浆、蜂胶等各种有益的微量元素啊，活性酶的含量非常的高，结晶细腻，口感香味浓郁啊。如果你也喜欢吃蜂蜜的话，那么你还没有吃过正宗的土蜂蜜的话，那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免费试吃的机会了。点击下方的小黄车，免费试吃，不满意退回，送您运费险。我想把孩子教育好，我还想把父母照顾好，我还想把婚姻经营好，我努力工作挣钱，只是想把一切都照顾好。但是，我有一切都没有照顾到。人到中年啊，自己才是自己的屋檐，再也没有地方遮风挡雨了。我希望你能把这瓶蜂蜜认真喝完。我希望它是你每天晚上回到家床头泡好的一杯蜂蜜水，我也希望啊，它是在你办公室下午精神状态不够好的时候泡上一杯清茶，再加一点蜂蜜。我希望啊，我们的孩子在早上还吃早餐的时候啊，我们的面包上嘛可以抹一点蜂蜜，给他的生活加一点甜蜜。我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此的甜蜜和美好。